也不赶紧走了，你快出来跟我回家吧，你快跟我回家吧，你不要再消失在我眼前了好不好。亚当，亚当，你能不能不要消失在我眼前了，亚当？亚当，能不能不要消失在我眼前了？这是传说中的蒙眼纱吗？人在闭上双眼的时候，感官更纯粹，更容易敞开内心。你把手松开！你说了，不让我再出现在你眼前。如果把手松开的话，就又出现在你眼前了。哎，行了，我都想跟我回家好不好啊？都湿透了，你傻呀，不怕短路啊，下雨不让躲，走快跟我回家，一会儿短路了我可拖不动你啊，走来，你自己举着。